花莲县政府为了办理社区发展业务考评及辅导，五号来到秀林乡公所进行评鉴工作。乡长王玫瑰也向评委说明，公所积极辅导乡内社区发展协会，活化社区发展协会的组织结构，强化社区福利服务功能，凝聚社区共识力量，营造最有幸福感的城市。花莲县111年社区发展工作评鉴作业五号则是来到秀林乡公所，花莲县政府社会处行政科科长陈秀凤率领着三位评鉴委员来到秀林乡，了解公所和社区发展协会推动的各项业务。秀林乡长王玫瑰、秀林村长周贤德、公所社会科承办人员，并且说明多年来推动的各项业务。秀林乡长王玫瑰表示，上任之后就开始积极辅导各社区发展组织结构健全，落实执行每笔计划，凝聚共识来开创美好幸福城市。我们的整个补助款辅导的，不管是刚刚我讲的社会教育、文化、农业、包含观光这四项，还都是人才的培育这一块，我们都比较重视，所以在我们的补助款里面都编了非常多的钱。所以我相信呢，只是说我们先把前置你们要了解的部分怎么做之后，构成一个我们自己整体发展的这个部分，把两个协会、两种协会，应该都是列入在我们这个社区里面的一个资源整合跟推动服务，并我这只是建议啦，因为你们今天评鉴就是针对社区发展协会，其实这个协这里的协会好几，我们这个村的协会好几家哈，村长在各自都是各自在努力，那我想。应该公所这里就是要制作这样的一个策略书，就像我们推动文化一样啊，今年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有一个短期、中期、长远的一些计划来慢慢辅导。我想社区可以让它有序，还是要做一个这样长期性的一个策略，定出来之后可能就有机会那个就是会更会成长了。秀林村长周贤德同时也是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表示，他是相当的积极，为自己的社区来努力，强化组织，凝聚共识，活化部落族人们的活力。但是我这个把它加起来融入在一起，把距离拉近，包括我们的乡公所也好，我们的村办公室也好，我们的协会也好，把距离拉近，能够融合在一个社区里面，发挥一下，不管是文化教育也好，福利也好，我们大家融合在一起为地方服务，这是我们秀林发展协会社区的宗旨。在大家一起努力之下，我想是社区的民众获得受益最多了。那未来呢？当然像乡长所期待我们的，我们当然有一些需要再加强的部分。那我们希望大家一起来共同努力。那也谢谢委员，谢谢老师哈，谢谢我们乡长，谢谢我们的工作伙伴。花莲县政府评鉴人员同时也提出多项建议和疑问，秀林乡公所承办人员一一说明之外，秀林乡长大力的宣示，公所执行的每一项活动都会让社区来参与，来办理各项活动就是要凝聚大家的共识，增进族人们之间的情谊。另外，公所也会在各村村办公处增设一名照服务员，协助各村进行社会福利的服务，并且连结各项资源投入社区，来为每位族人来服务。记者周文雄报道。